We do commit everything concerning this worship unto you.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其实我今天邀请了一个牧师来给我们讲道，但他最后无法来到这里给我们讲道，所以我不得不临时再写一篇讲道，所以这篇讲道不是特别完整，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一个很难讲的主题，是关于什么是可以宽容，什么是不可以宽容的。我会提到澳大利亚反歧视法，里面有很多内容和主题，也会引用很多的不同的人的话和不同文献。我选约翰二书的经文，我不见得会具体的解说这段经文，但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适用。在第三节，真理和爱心，真理和爱心，这是一对非常重要的组合。在约翰二书中经常出现这一对组合，真理和爱心。我不知道在我们西方世俗自由的世界里，是否有比宽容更受尊敬的词语。这个词表示对持有不同意见或做法的人要有耐心和理解，不以严厉和偏执的态度评判他人的行为。圣经中有一节经文谈到这一点，有一段经文谈到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想在爱的定义中多有宽容。曾经有一段时间，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参与公众生活是不合适的。他们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这世界非我家，我只是过客，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想你们很多人对这首诗歌很熟悉。基督徒的主要任务被认为是要警告他人即将来到神的愤怒，并邀请他们加入属灵的少数民族，将财宝积聚在一个不会被重铸、不会朽坏的地方。然而，我们也必须生活在这地上，而这种生活不得不受文化、法律、秩序、政治制度、时代思想和观念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会受到很多非基督徒的社会影响。不幸的是，有些人选择战争而不是和平，想以武力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然而我们知道，神的国要等到耶稣再来时才能成就。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必要寻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这段经文鼓励我们要和平相处。加拉太书6:10也说，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所以我们应当向众人行善，为了与人和平相处，我们必须心存宽容，不仅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心思意念，在信徒的团体中更是如此。当没有宽容时，冲突、打斗、战争、仇恨、各样邪恶暴行就会发生。我们确实认识到宽容在这世界上的重要性。宽容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为忍耐，总是需要忍耐一些人、一些思想、态度或行为，而这些行为、思想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从定义上可以看出，容忍涉及我们对错误的态度。以这种方式理解宽容并不容易，因为这表明宽容与真理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宽容要求我们宽容对待那些信奉与我们对真理理解相反的人。宽容赋予他们反驳持有不同信念、说出自己 想法的权利。一方面是我们对真理的忠心，另一方面是我们对那些反对真理之人存有宽容的义务。由于无法解决这一困境，有些人传统上试图通过采纳一个极端而放弃另一个来逃避问题。有些人选择狂热的追求真理，不认同宽容，认为宽容是软弱的表现。对真理的热情永远是宽容的杀手，为人最邪恶、最令人厌恶的的狂热之情做掩护，为神的荣耀，人发动了战争，发动了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和无情的宗教裁判所。人们以真理的名义犯下无法言说的暴行，就像大树的扫罗一样，今天的狂热分子继续以基督的名义破坏基督教会的虽然不宽容的武器已经很先进，但旧时刑具的精神仍然存在。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有些人试图通过宣称自己忠于绝对真理并将宽容视为妥协，那么有些人则以不顾真理的代价来尊重宽容。沿着这第二种解决方案及轻易宽容的道路，他们可能会陷入欺骗和谎言。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宽容或不宽容？我们该如何对待呢？所以第一大点是宽容，对宽容和不宽容的混淆。我首先想到是澳大利亚有名的反歧视法。该法律对歧视的定义如下：当一个人或一群人因为其背景或某些个人特征而受到不利的待遇时，就是歧视。
这被称为直接歧视。而当一项规则或政策适用于所有人，但由于某些个人特征，这些政策对他们不利时，也是一种歧视，这被称为间接歧视。律政部解释了我们需要这条法律的原因，他说，不歧视是平等原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确保没有人因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观念、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身等因素而被剥夺其权利。除了这些以外，基于某些立场的歧视也可能被禁止，这些包括年龄、国籍、婚姻状况、残疾、居住地和性取向。我们需要注意几个词，即平等原则。什么是平等原则？虽然这些词听起来非常的高尚，但你对这些词的理解可能跟法律上理解是不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词，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自身权利。还有一些歧视的类别，这一类别包括种族、肤色、语言、国籍和社会出身、财产，另一方面还包括宗教、政治和其他观念。我们需要考虑这种二分法，对歧视类别进行分类有几个原因。首先，一种类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其次另一种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而获得的。意识形态属于第二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政治观念和性取向。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政治人物成为暴力的目标，我们还看到乌克兰和加沙的发生战争。我们都同意，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基于某人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歧视他们，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出生，没有选择我们的种族，没有选择我们的肤色、眼睛的颜色。没有选择我们的出生地。然而，当我们谈到第二类的歧视种类时，也就是更像意识形态的范畴时，这让我们感到困惑。法律规定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事，包括性别问题在内的意识形态。为了这篇讲到，我还去研究了一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澳洲的历史，但是这个学习有点内容有点广，所以我就没有再深入的了解。当我反对，变性的问题时，我说这个问题不是心理学的，也不是生理学的，更多是意识形态的，不是科学。例如，当我反对变性或同性恋时，人们喜欢称为变性恐惧症或同性恋恐惧症，这样称呼我很有意思。我并不害怕同性恋或变性人，我不害怕他们，我也没有对他们有什么有特别的仇恨之情，但我确实不同意他们对性和性别的看法。然而世界将同性恋
世界或同性恋提倡者想将我不同的意见，我所称为分歧的事称为歧视。那现在讨论的问题来了，大体上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多大程度的接受不同意见呢？不歧视任何人是什么意思呢？分歧与歧视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呢？在不引起歧视任何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大程度表达我们的意思呢？我们的意见呢？第二个大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一个难题。虽然我们的观念与众不同，但并不是歧视。例如，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民族政治观念的意识形态，它不被任何正常政府接受。这表明每一个政府必须有规范或标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规范或标准来确认是否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想法或意见。那问题是，规范是什么？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接受或拒绝并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全部。有些人令人不快，令人意见不同，但仍然可以宽容。这人的社会甚至在家庭里也有许多的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宽容。这是因为很多想法和意见我们不能同意，但我们可以尊重。这是因为人的尊严和良心自由。毕竟在我们生活在自由社会中，这是我们需要在宽容和不宽容的标题下思想的领域。生活的范围太广，太丰富多彩，无法用接受或歧视来定义所有事。这就是为什么反歧视法可以发挥其良好作用，同时对思想和良心自由构成了威胁。反歧视法的一部分可能会危及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包括宗教、良心、言论和表达自由。我以后会解释这一点。我也需要解释宽容和不宽容的问题。韦氏英语词典将歧视定位为带有偏见或偏见的观念、行为或待遇。制造或感知差异的行为，这意味着为了区分某些事，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的范围，一个可以比较的规范和标准。那么谁来决定这个规范和标准呢？这给基督徒带来更棘手的问题。这世界不属于他们，我们活在这世上，但不属于这世上。世俗主义常常与圣经信仰相对立，这意味着国家和教会、文化和圣经真理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中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种世界观正互相冲突。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所以世界恨你是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我们在这里稍微改变一下措辞，
这意味着世界不得不歧视你们追随耶稣的人。如果你坚持圣经真理，那么如果这些世俗律法法律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你就会因为一些圣经观念成为国家反歧视法的目标。必须防止甚至惩罚歧视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反歧视法迫使我们遵守所有规定，迫使我们遵守的所有规定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所有的歧视。相反，这种反歧视思想可能成为歧视相信圣经基督徒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议会中有了解基督信仰的政治家。大概当前的同性恋问题就是众多例子之一。现在同性婚姻是合法的，但是这是圣经确实反对的。当思想发生冲突时，谁的思想才是标准呢？当然，文化和圣经的世界观并不相同。如果向公众谈论其他宗教的错误，被称为歧视，也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和信仰被视为歧视他人，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差异呢？特别是我们要去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时，我们对宽容和不宽容这两个词的概念和理解存在混淆。我认为宽容和不宽容的问题与歧视和反歧视的问题没有太大区别。我提醒大家，韦氏词典对宽容的定义是宽容意思是忍受痛苦和苦难的能力，同情或纵容不同于自己或相冲突的信仰和实践，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对标准的容许偏差。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发现虽然歧视是否表明对那些不符合某些思想观念和观点的人以歧视性的行为言语举止和形式使用和实践偏见的力量，宽容则意味着接受和忍受那些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观点的差异。相反的，反歧视的理念意味着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认为他们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和我们所相信的是一样的真实。他宣称所有的信仰或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真实性。这就是我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一点。为了向你展示这是讲到的难度，让我给你列出澳大利亚反歧视法承认的歧视类别。有针对年龄，对儿童的与儿童的关系、照顾责任、残疾、辅助动物、理疗动物、家庭暴力、性别认同、双性人、婚姻状况、怀孕、种族、宗教服饰，可能主要是罩袍，或可能包括十字架等符号、公众场所的圣诞装饰等等，还有性别、性取向和配偶或伴侣身份的歧视。那么我们回到圣经，看看圣经是如何解释接受容忍或不接受宽容和不宽容的。约翰一书3:13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很多时候我们基于圣经的世界观与世俗世界的世界观不同时，约翰
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如果你在世上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冲突或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耶稣在启示录2:6中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耶稣憎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无论这里指的是什么。此外，主在启示录2:15中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耶稣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和信仰，没有宽容的余地。约翰一书2:15-16非常清楚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此，这世界的世界观和你的世界观相符合时，那约翰就是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第16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然后我们发现，基督徒和世界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对于我们这些应该是世界上的光和盐的人来说，是真实而严肃的。有些宗教团体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其他信仰都必须被消灭，他们对其他人不宽容。那么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对宽容和不宽容如何理解呢？我不只是说到你这一代，还有你的孩子，你在家里如何教育你的孩子。你如何教导你的孩子圣经的世界观和这世界上的世界观相冲突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造成宽容和不宽容混淆的原因。首先，世界已经接受相对主义作为新的规范。著名的托马斯主义哲学家马里唐曾说过，经常会有人认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具备互相宽容的基本条件，即不相信任何真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完美的民主主义国家，那你们就应该不接受任何的绝对真理。对于相对主义的信徒来说，绝对真理是造成所有烦恼的敌人。绝对真理歧视不真实，拒绝容忍。相反，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真理主张都是真实的，因此他否认对任何真理主张的任何不宽容，并在某些方面拒绝任何绝对真理。他们甚至给每个人洗脑说，你相信耶稣那是好的啊，那我相信别的那也是好的。这个对我是好的，对你可能是不好的，对你好的可能是对我不好的。
相对主义在某些方面拒绝绝对真理。因此，当耶稣声称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时，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被定为偏执狂。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中说，他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耶稣在这里说的是绝对的真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因此，圣经真理、绝对真理宣称所有人都是罪人。相对主义不喜欢 这种言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相对主义谴责说这种说法为偏执。独一，基督信仰的独一性被相对主义所谴责。相对主义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引我们进入天国，可能是伊斯兰教，可能是佛教、印度教、自然神论或任何宗教。因此，相对主义恨恶福音真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矛盾：相对主义提倡宽容，但他却不宽容基督信仰和基督教的真理。因此，他说的是宽容中的不宽容。相对主义看似适合民主社会。如果追求真理的热情会产生不宽容，那么按照逻辑思维，社会主义就必须减少追求绝对真理的热情。因为相信绝对真理的人会不宽容其他 不与他们信仰相同的。民主的特征往往包括聚会自由、结社自由、个人财产自由、宗教言论自由、投票权、免受政府无理剥夺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及少数民族权利。因此，所有人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然而，它不止于此。它要求所有的思想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好，很正确，很美好。然而，当涉及到思想和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问题。例如，让我谈谈宗教。印度教崇拜众多神灵，基督教只心相信一位神。相对主义告诉我们，这两种宗教同样真实。我们的反应是，是吗？关于耶稣基督，伊斯兰教说耶稣没有死，犹太教说耶稣死了但没有复活，或者说耶稣的门徒偷走了耶稣的 尸体并散布谣言。基督徒说耶稣死了但又复活，而且他会再来。相对主义说所有这些宗教都是同样真实的。而基督信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中宣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中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升天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自由派基督徒并不关心耶稣是我们进天国的唯一途径。民主社会说多选票总是正确的。然而我必须说，神既不是自由派的，也不是民主的。有时候我们也使用选票这种方式，但我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不是多选票总是对的。在你的教会事工和生涯中，你要记得这一点。相对主义宣扬错误的宽容观念。相对主义听起来很好很正，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一说法，就会发现它所宣扬的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标准低的人不需要被告知要宽容，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接受任何事。一个不怎么持守真理的社会不需要谈论宽容，因为宽容是一种为有事物受到威胁的人所保留的、所需要的。艾德蒙·伯克在1790年写下这些的话，他说，我们听到这些新老师，这里指的是相对主义，不断吹嘘他们的宽容精神。那些认为任何观点都不值得尊重的人应该容忍所有观点，反正都是微不足道的。平等的忽视不是无偏袒的仁慈。从轻视中和不关心中产生的仁慈不是真正的仁慈。提倡相对主义的社会没有资格谈论宽容，然而世界却挑战和谴责基督徒的不宽容，并建议他们要宽容。宽容这个词用错地方了。世界表现得好像他宽容很多事，然而他却不能宽容绝对的真理。因此事实上，相对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同样真实的，这意味着相对主义不需要任何宽容，因为他接受一切，他没有什么可宽容的，反正他接受一切，他都可以接受。因此相对主义成为一切邪恶的通行证。相对主义否认绝对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错缺乏兴趣。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真实的，那么一切都是对的，这包含了错误的本身也是对的。我们人是如何得出这种哲学的？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的容忍这些我们前几代人所厌恶的事呢？我们成熟了吗？我们变得老练了吗？还是我们在寻求真理时失去勇气，失去与客观标准的联系，给自己带来了混乱？当相对主义无法区分是非时，它最终会纵容错误。人们对他们真正关心的事都不宽容，这是很自然的，这并不难理解。例如我们并不关心我们不热衷或不感兴趣的事，然而我们倾向严格对待我们关心的事。世界对圣经的绝对真理不宽容，因为圣经在意并维护相对主义的世界观。相对主义成了绝对真理，
相对主义衡量和判断绝对真理，并宣称绝对真理不存在。因此，相对主义认为绝对真理的所有主张都是不对的。相对主义成了绝对真理。任何与相对主义判断不符合的事都被称为是邪恶的。相对主义成为了教条。相对主义背后的思想是接纳一切，认为一切都有平等的价值。因此宽容任何事物，但现在以相对主义的名义，绝对真理被拒绝和被不宽容了。因此世界说基督徒可以相信基督教教义，但其他人也可以同样遵循自己的想法，因为所有都是同样真实的。相对主义本身成为了绝对真理。他否认圣经的绝对真理。让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律师、教授和民权主义者亚马·威利博士被美国国会女议员南卡罗来纳州的梅斯女士问及什么是女人时，这段话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美国律师、教授、民主主义者被问到女人是什么，他说女人是使用女人称谓的人。对我来说，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人用男性称谓，女人用女性称谓，不可混淆。当你们的孩子去到大学，去到各样的高等教育机构时，他们会接触到各样的观念和教导，所以你们要装备自己，知道如何去引导他们。宽容与不宽容的定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剧人们对这两个词的混淆。宽容成为西方可信结构的一部分。可信结构这个词是由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创造的。西方国家的可信结构受到很多限制，因为共同的立场很少。毕竟西方世界是一个自由社会，有思想、良知、言论或表达的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可以相信他想相信的任何事物，可以坚持他想坚持的任何观点或想法。于是各种观念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然而宽容却成为西方社会愿意保留了少数共同立场之一，并成为一种文化。于是宽容被推崇为自由社会的标志。因此如果我们走进任何公众场所，包括学校、媒体、政治或工作场所，对一些常见的宽容问题提出质疑时，就会被指责为不够敏感、缺乏品味、粗鲁无礼。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人告诉我们，在工作场所或公共场合，
与人谈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不好的，我们应该避免在谈话中提起宗教话题。原因很简单，宗教很多，包括无神论。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冒犯他人，说基督信仰是唯一真实的信仰。除了通过耶稣基督，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引我们进天国。如果我们说所有人都是罪人，这不是一个好谈话。结论很简单，我们应该宽容一切，因为别人有其他信仰。因此，以宽容的名义，基督徒不被世界宽容。一些政客一直在争论，必须禁止在公共场合展示圣经，因为他反对同性恋。任何组成西方可信结构一部分的，比如宽容，都不应该被质疑。这是这种宽容，让我们的现代社会中，现代宽容观念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它不得不与基督教宣扬的绝对真理相敌对。我们知道，宽容的精神是和谐生活所必须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如果宽容意味着要消除是非之分，那就成了问题了。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主。我们必须宽容其他的想法和思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相信圣经中那不能宽容的是和对救赎有不同看法的人吗？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思想宽容和不宽容的含义。那我再次重复一下韦氏英语词典对宽容的定义。韦氏英语词典这么定义宽容的：忍受痛苦或苦难的能力，同情或纵容不同于自己或相冲突的信仰和实践，允许某些事的发生，对宽容的容许偏差。1995年11月16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员国宣布并签署了宽容原则宣言。宣言中定义宽容是尊重、接受和欣赏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我们的表达形式和做人方式，宽容是和而不同。它不仅是一项道德责任，也是一项政治和法律要求。宽容是使和平成为可能的美德，有助于用和平文化取代战争文化。听起来很不错。但背后隐藏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承认其他人有不同的信仰和做法，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基督教并没有说，如果除非你信基督，不然你就没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权利。我们并没有这么说。我们承认其他人有不同的信仰和宗教，然而接受其他人的不同信仰和宗教又是另一回事。接受不同或对立立场存在，并他有存在权利是一回事，然而接受立场本身意味着我们不再反对他，这又是另一回事。我们承认不同的存在，并且我们都有权利。然而接受他们，
又有怎么不再反对他们，这是另一回事。我们接受他们的存在，但同时我们不能认同他们 的观念。接受他们的立场意味着相信该立场是正确的，至少与我们坚持的立场是一样正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从允许自由表达相反的意见转向了接受所有的不同意见。我们接受不同的信仰，有同样的权利生活在这社会里，但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信仰与我们是同样真实的。当基督徒说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时，他们说我们是不宽容。我们宣称神有三位位格，但其他人否认这一点。当我们宣布没有一人，甚至一个也没有时，其他人也会拒绝接受。那我们如果必须接受所有观念都是同样真实的，那么就不存在差异了。这场混乱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你知道我强烈反对同性婚姻，认为它不符合圣经，所以我反对它。但是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了，任何人与同性婚姻结婚都不犯法了。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什么？我是宽容还是不宽容呢？这些词有两种定义。我相信我应该被允许自由表达我的想法，只有神是我良心的主宰。因此，当我在这讲台上宣讲神的话语时，我会遵循圣经信仰 和教导。然而支持同性恋的团体会抗议说我不宽容他们，他们会说我的言论是仇恨言论，他们立刻对我变得不宽容了，并表达对我的仇恨。这是因为他们对宽容这一词的定义，他们的理解是，如果我是一个宽容的人，那我就必须接受所有不同的观念。我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可以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来表达他们对我的 观点的看法，但我也有权利坚持我的观念。我必须被允许按照圣经的引导自由表达我的想法。他们对我可以有自由表达对我的看法的，对我观点的看法，而我也有自由表达我从按圣经的引导而得出的观点。这样我们才能平等的真正的宽容彼此。根据我之前阅读的韦氏英语词典的原意，宽容是指我们愿意忍受很多与我们不同的意见。然而社会学家说我说的是不宽容的。然而当他们将宽容这个定义，不宽容这个定义使用在我的言论上时，他们破坏了宽容的这个词，破坏了宽容的精神。尽管别人很多问题上可能与我意见不同，
但我承认不同存在的权利，但也有权表达我对他们的不同意。我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宗教，他们和我们的基督信仰一样有存在的权利。因此我宣告耶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我不会说必须除掉所有其他的思想和信徒，这是属于神的事。基督徒不属于世界，正如主不属于世界一样。因此我会说我是一个宽容的人，我承认他们的权利和他们存在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承认我的权利。我因此被歧视，被不宽容了。世界将任何形式的排他性真理主张视为严重不宽容的标志。不过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当我们说真理，真理必须和非真理分开。如果任何人声称任何形式和程度的真理，他就不得不将其他思想视为 不真实的非真理，否则他就不能做出任何的真理主张。一方面，相对主义在宣扬宽容精神之时不宽容基督信仰，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必须宽容的两面性，有法律上的宽容。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节，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该撒必须做的是在混乱世界中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政府有责任保护基督徒免受迫害，并给予他们信仰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表达和良心的自由行使。同样的，其他人也应该受到保护，免受不公正的迫害。也就是说，我们有自由表达我们的信仰，同样的，其他信仰也有自由如此做。如果举个例子，我会说基督教学校、教会和组织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教职员工和学生。当基督教学校雇用教职员工时，他们有权雇用具有同样信仰的人，并拒绝任何不同信仰的人。基督教学校不应该被迫雇用同性恋教师。这种法律上的宽容这是法律上的宽容必须捍卫的。这个问题在前几年发生在昆士兰的一个学校里。基督教学校不应该被迫雇用同性恋老师，还有其他的组织上都应该有这样的自由。第二种，还有另一种的宽容是社会宽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和平相处，不应该受到轻视和怠慢。所有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尊重。任何宽容的概念都不能废除圣经的真理，即所有人都必须悔改自己的罪并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将是我们下一篇讲到的学习材料。
宽容对任何人类社会都很重要，然而这个词需要正确的定义。宽容必须是一种仁慈的态度，承认不同的意见确实存在，但并不能要求接受所有意见都是同等真实的。不同意见不代表是歧视。我们向世界传福音，但我们承认其他信仰存在的权利。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担心，并向他人展示我们的善意。分歧不应该被误解为歧视。